育多菩萨，千多菩提菩萨，三清净菩萨，雨露俱乐，诸大菩萨，即是地幻音的，无量诸天那种具二十佛刹，曾到舍利弗，从是西方国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定月极乐极度有佛，阿那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陀罗波名为极乐极国众生无有众苦难受诸乐苦，名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其中难舍，其中罗门，其中饶恕，皆是四大众杂为恶，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此地尊地即色菩提，此边界金顶有地菩提，恶处上有楼阁，一金顶有地菩提，此具此诸宝若言是子，此中莲花大如色轮，金色金光，幻色王光，赤色紫花，白色白光，微妙相随，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彼国国土藏作天月，幻境为彼，昼夜流逝，一切曼陀罗罚，其度众生，藏一金丹，隔一个神咒，妙万供养大梵十万亿佛，即是之还到本国，凡此尽是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不思舍利弗，彼国藏有种种奇妙杂舍子妙，百乐供养因果舍利迦利，并且供应此妙施主众妙作业，有舍除得压抑其眼藏不根故，离其菩提门，八三宝如是等法，其不众生观世音，一切其念念法念身舍利弗，如不为此妙事，是罪报说身，说一则本一佛国土，无上可大舍利弗，其佛国土上不恶道，此彼恶报有时，是诸众妙皆是阿弥陀佛，于理法理宣教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为空垂怒，诸宝万殊其宝罗文殊为妙音，一如百千众月同时去作文是因此，自然皆是念佛念法因此，自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于如于一佛何故，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世万国，无说赞叹是故，阿弥阿弥陀有舍利弗，彼佛说明其其本名，无量无边他生世界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曾佛以来于今世界有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身论，弟子皆阿罗汉，非是传佛自说等自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子皆是阿弥陀佛，其中多有一生不足，其中甚多非是传佛说等智者，等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弗，众生闻可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说一则得，得一如是，诸善上人均为于诸舍利弗，不可以造福本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都要三难自赞美满满，说阿弥陀佛，此次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能令命终是阿弥陀佛，彼诸上咒现在其前世人总是经过念他即得闻
浪江河江边过江那前世界错真是也不能懂真那今何真大不可再一空的一切突破错误定情舍离过浪漫世界有个月灯波并未关火大眼见过虚拟灯波无量静静不如是灯灯那插出足不可一起过出浪江河江边过江前那前世界错真是也不能懂真今生离过西方世界有无量诸佛无量香佛无量众佛大佛佛大明佛宝香佛金光佛如是等等的擦出诸佛可以起过诸光将这将遍佛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度人众生难尽可增长不可是以功德一切诸佛说不定今生离过北方世界有眼见佛全身因花难聚佛生活亡命不如是等等那擦出诸佛可以起过诸佛藏者将遍佛三千大千世界说真是印度人众生难尽可增长不可是以功德一切诸佛说不定今生离过相反世界有趣子佛明观佛明观佛大佛佛化妆佛此法佛如是等等那擦出诸佛可以起过诸佛藏者将遍三千大千世界说真是印度等众生难尽可真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不定今生离过相反世界有梵音佛诸阿佛相上佛相观佛大眼见佛迦瑟梵华严真佛娑罗树王佛般若的佛见一切离过如须弥上佛如是等等那擦出诸佛各一起过诸光藏者将遍佛三千大千世界说真是印度人众生难尽可增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不定今生离过与不与云而何故名为一切诸佛说不定今生离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恩师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则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此说不定皆能不退转念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如等皆能寻说闻其诸佛说说舍利弗若有人以八言经摩耶达摩耶于生阿弥陀佛故舍是诸人等皆能不退转念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度若以僧多金僧多等身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则应当发言僧彼国度舍利弗如我今则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阿作是也释迦牟尼佛南海三大心有此事等于说过国度我作人子且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德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思一切世界难尽可发舍利弗当知我于无所有是情此难自得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所思难尽自得是为赞叹佛说此经以舍利弗尽诸比丘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本闻佛说佛欢喜心说尊礼而去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三经陀罗罗帝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揭陀耶罗尼耶那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陀悉那陀比阿弥利陀比迦楞帝阿弥利陀比迦楞陀揭弥利揭耶那日陀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揭陀耶罗尼耶那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陀悉那陀比阿弥利陀比迦楞帝阿弥利陀比迦楞陀揭弥利揭耶那日陀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揭陀耶罗尼耶那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陀悉那陀比阿弥利陀比迦楞帝阿弥利陀比迦楞陀揭弥利揭耶那日陀迦利
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这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碧作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星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喜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游离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禽。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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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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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若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者是，曰盈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卓尔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遗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及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
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父。甚如是，且到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罗台。西方Thank you.
Thank you.
得无穷尽，我今当归依你，忏悔三业罪，凡有诸菩萨，此心永为善，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临终西方极，同名在目前，千万皆尽知，同生极乐国，见佛了生死，诸佛度一切，无边烦恼断，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从愿则佛道，西方有尽，我也无穷，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帝莲花为佛母，八台见佛无漏神，不退不走为难为。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声，即而无形影之相，然独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庄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洗除业过，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巨海，足世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冷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业海茫茫，罪山岌岌，匪贫发怒，何遂消除？忏摩以往，发愿当来，在劳法众，自心忏悔，发愿。请起。万幸。往生所造。
山与
啊啊啊啊啊啊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游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分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神灵当知此意。Oh.